给自己画一个草莓，看看老板什么反应。老板，这个文件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哎，啊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转一圈。不是，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我没干嘛呀，我就在家躺着呢。你蒙谁呢？你是不是跟男的约会去了？我约什么会呀？再说了，那你都不在，我跟谁约会呀？我说你昨天这么着急就走呢，哎，你这个人渣！哎，你别打我呀，别生气啦，离我远一点。我昨天晚上通宵排队给你买的新手机放你桌子上了啊！你这个人渣！哎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骂你怎么了？嘿，要不然你也给我一点点的好处啊，我也去通宵排队帮你买个手机。亲个草莓就能使唤你了是吧？哎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这根本就不是草莓。哎，我这最近不是上火吗？我就自己在脖子上掐了掐。是不是别人不发火你就把别人当傻子啊？这种谎话你都说得出来？实话不说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去人事把你给开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吧，这草莓其实是我自己画的啊，你看怎么样，是不是一点都没了？哼，一会儿来就知道气我。我这是逗你玩的，再说了，我也就想看看你吃醋是什么反应呀。谁说我吃醋了？没有吃醋，手伸出来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你有女朋友的证明，你知道吗？以后出门走路必须带着，洗澡也不能摘，听到没有？行，好，我带着总可以了吧？